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，除咗离开湖北，进出武汉嘅防疫关卡之外，省内其余防疫关卡全部撤除。湖北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嘅通知话，低中风险区域人员凭住相关嘅健康证明，可以喺全省低中风险区域安全有序流动，以及回乡出省工作以及就医，进出武汉嘅通道继续执行管控政策。 指挥部要求保留普通公路出省界通道防疫卡点，增设高速公路省界防疫卡点。